或许是因为黑黑知道自己真的很普通，所以要像空气一般的存在，不给人类惹任何麻烦。但这对黑黑其实很不利，就像欧手手已经让人看不见他了，他还不主动，只是静静的待在这。走失66天，大家是那么想把他寻回，好不容易找回后，黑黑却还是没有能有一个归属。我想，黑黑一定觉得人类都好奇怪，到底把我找回来干嘛？浪浪别哭的 YouTube 频道记录许多他们帮助流浪动物的影片。日前，一只黑狗黑黑在中途家庭走失，动用大批人力终于找回黑黑。不过找回黑黑后，透过许多努力，却不见有人想认养黑黑。于是团队决定拍摄关于黑黑的影片，希望透过动态影像让人更认识黑黑。却意外走失了，走失了66天，动员了各大社群，上千人派报，宣传车。才在2个月以后找了回来。握手，黑黑握手。走失黑黑很轰动，但可惜这么大的曝光量，还是没让长相平凡的他换得一个家。黑黑来到台南店发了送养文，也跟石沉大海般无消无息。请问心仪的客人看到黑黑的反应是什么？客人看不到黑黑呀、啊。为什么？我在运输网里面。我想照片无法呈现出黑黑的优势，所以我们决定替黑黑拍片。让大家透过影片能更认识个性超好的他。我们今天要帮黑黑拍片，那黑黑在哪里？黑黑这里，黑黑里面，好黑哦，完全黑看不到哎、欸。就要我们喂饭或者是带他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才会看到，就很像不存在一样。对，而且他可以待很久很久很久。黑黑感觉散步蛮稳。黑黑第一次坐推车，这个推车也可以上高铁，所以黑黑其实体型超小。他才12公斤而已，要不要帮他跟那个史努比拍一张啊？好啊，在哪里？在哪？我要帮黑黑拍一张来百货游玩的照片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带黑黑来这里吃饭的。反正他会讨食吗？不会。他很适合带出门。他就会乖乖走。我们遇到一组也是来百货用餐的客人，在男生，然后还有带狗狗，是，然后嘿嘿完全没反应，躺在这，哎呀，嘿嘿很乖哦，嘿嘿笑了，呀，又找到一个爱的妈妈哦，遇到一个小朋友摸嘿嘿，手好摸吗？那我们走吧，要回去店里了。欸、它真的很小只哎、欸，它真的很小只。黑黑在大马路走路也蛮 OK 的，它没有很惊慌哎、欸，还好蛮冷静的。经过了早餐店，姐姐。哎，这里有一只小狗，哎，是你们家狗吗？对，我家狗。要不要跟黑黑当朋友啊？黑黑对狗比较平行。你有看过黑黑的故事吗？有啊，它是失踪了好久。对啊。我们要回来店里了。黑黑感觉知道哎、欸。知道。其实一进来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先看到小小狗，因为它们实在太可爱了。嗯，像黑黑它，因为是黑色的，然后体型又不是说特别大，所以通常都会忽略到它，不太会注意到它。你看到黑黑的反应是什么？哦，我想要亲你，我想要抱上去，它就闪过去两次。对，我一向偏向喜欢黑狗。哦，你也喜欢黑狗？我养过黑狗，我养过黑狗。那我不要考虑黑黑。但是他不亲我啊！要不要亲我一下？他比较那个害羞。害羞哦。对。嘿嘿，有啦，他有吻你了。嘿嘿。太客气。他比较喜欢女生。太客气了。然后他已经2岁了。我也在你的网站上看到，但是我觉得他耳朵为什么剪那么大起来？就是 TNR 之前原本都是要远方，因为没有想到他那么温驯。我们现在要带悠悠，不是悠悠，带黑黑上楼，模拟在家的情况。嘿嘿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模拟回到家的状况。你要不要摸摸看他每个地方，看他对哪边会那个？摸看他的头。好，哎、欸，它剪指甲会可以吗？敢剪吗？可以。
我敢剪，但我不确定不然先摸摸看好了。他看起来很淡定。他穿这个颜色好看吗？好看。提早过年，希望他过年前可以回家。很有冬季的感觉。包租婆过年，感觉很有钱呢，他可能有30栋房子。现在要进行剪指甲，哎，可以哎，很淡定哎，毕竟他连打预防针，还有那个新丝虫的针都很淡定，可以，他超 OK 的，剪指甲也过关，耶！黑黑也会自己进运输笼休息，而且听说他在运输笼关着也不会叫，很乖。好乖哦！测试黑黑对猫咪的反应，然后这只猫咪是因为中途的时候有接触过狗，所以完全对狗 OK 的。它是店里等家的吉克。好，吉克跟黑黑是可以的吗？他的眼睛。如果有一个家庭有猫有狗也很适合哦。欸、好像很 OK， 因为黑黑其实对连同类都没反应，对猫也，对是蛮冷静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要看黑黑自己在家的反应，所以我们要先离开这个房间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，有了一个监视器在这里，然后黑黑在那。好，那我们要下楼留他自己在这里了。看完是不是觉得黑黑特别安静特别乖，这是真的，或许是因为黑黑知道自己真的很普通，所以要像空气一般的存在，不给人类惹任何麻烦。但这对黑黑其实很不利，就像欧手手已经让人看不见他了，他还不主动，只是静静的待在这。走失66天，大家是那么想把他寻回，好不容易找回后，黑黑却还是没有能有一个归属。我想黑黑一定觉得人类都好奇怪，到底把我找回来干嘛。不久前黑黑的领养人总算出现，带黑黑回家啦。带着众人的帮助与期待，黑黑终于幸福啦！